还可以抽吗？欸，对，我昨天发现他居然可以一键扫荡了，所以我昨天大量把我的体力给刷掉，结果呢，他又给我大量的体力，但是我们本身信箱就很多体力了，我鬼也活腻，嗯。哎，sorry。这我们讲奇遇哦，那奇遇呢？什么意思？哎，所以这次大奖就是有二郎，我就因为一拳大招角色很多嘛，然后这次放出了这几只，那技能在哪？尊重你讲奇遇啊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结束了，拜拜。追我扫给你们看，他现在肉气跟以前不一样，他现在肉气跟以前呢，就是啊，他现在可以怎么样嘞？一次扫完，但前提是你要有扫荡券。然后其实我为了我的等级梦哦，所以我选择把它都抢掉。因为我想说，我们的手上就这么多，然后经验又这么低，嗯，然后他体力一直狂给啊，手上就也狂给，那干脆我就先牺牲这些东西，把它给扫出来。主要是手上刚好有这么多张。